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听众一路走来对我们的支持。那更希望这次开始了跟茂林的关系呢，以后我们可以长长久久的来发展下去。那当然希望小朋友是开心的在耶诞节的时候，希望你很高兴得到我们的很多有爱心的人送你的一份礼物那也希望你接到这个礼物呢，接下来的日子都觉得生活里头是有人，这么多人关心你的，你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受教育。那有什么需求，我们也很希望在你成长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可以伸出这爱心的手帮你们。那也希望你们学了一技之长以后可以回馈家乡，然后把爱传递下去。那主办单位联合春牧协会，我们也请张经理上台为我们致辞，有请。谢谢大家，就是 Kiss Radio， 然后还有我们的罗田国际医院这边愿意来支持我们，把服务送到我们的偏乡来。联合劝募呢，在台湾已经成立28年多，然后那我们其实深耕台湾的每一个角落，那我们就是跟全台湾差不多有将近300间的社福团体来做合作，把这些助人的服务送到各个，就是再远、再小、再高、再难的地方都有我们的服务。就像茂林一样，是在地很小但是却很必要的一个单位，我们都很希望说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帮助我们所有所需要的朋友。那我们邀请到国田国际医院的院长谢荣华谢医师，谢院长上台为我们。今天的活动我们也是希望抛砖引玉，借由公众媒体让其他的医院医疗人员知道说即使每天的生活在忙碌，可是你只要有心，你愿意抽出一点时间运用一点资源，我们到原乡，我们都希望把我们的医疗专业带到这边，让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健康的过日子。那我刚刚看到很多小朋友表演，我们也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希望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受教育学习一技之长，学习好的品格那以后不管在社会上做什么事情，把它做好那之后再回到你的故乡，再荣耀你的族人。宋能镇宋区长上台跟我们说话好吗？你们是带着充满爱的心，你们让我们的部落的孩子充满了梦想，让他们在这个生存智力方面能够得到一些些的安慰，所以我想今天的这个机会很感谢。接下来呢，邀请茂林原住民妇幼发展协会的罗素小平理事长上台致辞。感谢主有这么多的大的单位 Kiss Radio， 我从小听到大的还有我们的博田医院还有我们的联合劝募，谢谢你们。那接下来